大众点评是全球最早的消费点评网站之一，成立于2003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用户可以在手机上使用大众点评 APP 方便地查询任何一个城市里的餐厅、影院、商场、景点和酒店等信息，并且浏览其他用户留下的评价。为了帮助用户做出最好的消费决策，我们也会依据用户评价数据和专家评价推出各种榜单，包括 B 系列榜单和黑珍珠系列餐厅评价体系。大众点评 APP 也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在信息流中为其推荐可能感兴趣的餐厅和景点等信息。为了保障良好的用户体验和持续迭代新的功能，应用稳定性和开发效率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点评 Android App 的开发协作模式是壳工程依赖于一系列的基础和业务组件，应用到 Kotlin 的部分分散在11支业务团队、近40个业务仓库中，涵盖了首页、商户页、直播、榜单等核心业务。 Kotlin 的现代化语言特性，比如扩展函数和 Lambda 表达式，帮助我们减少了近30%的代码量，提升了近20%的需求开发效率。我们目前已经有15%左右的依赖库正在使用 Kotlin 进行开发和维护。得益于 Kotlin 与 Java 之间良好的互操作性，我们已经有11支业务团队开始尝试在旧的 Java 项目中直接使用 Kotlin 进行新功能的开发。我们可以在 Java 代码中通过 Nob 和 NonNob 等注解来确保 Kotlin 代码能够获得正确的可控性推断。Kotlin 的控安全特性帮助我们将 NPE 从日均3次降低为零。Kotlin 的语法是很直观和现代化的，学习1到2天基础知识就可以上手使用 Kotlin 进行开发了。所以在招聘新人的时候，就算没有 Kotlin 开发经验，问题也不大，因为学习成本不算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推荐优先使用 Kotlin 进行开发。当需求开发涉及到大规模修改旧的 Java 代码时，我们会建议团队内成员使用安卓 Studio 便捷的 Convert Java File to Kotlin File 功能，将 Java 代码转换为 Kotlin 代码后再继续使用 Kotlin 进行开发。用户体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的产品团队会努力用更好更新的功能帮助用户吃得更好，生活更好。同时我们也在努力用新的技术提升自己在开发产品时的体验。 Kotlin 可以帮助我们在保留历史资产的基础上更灵活更快速地开发产品，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业务逻辑上，而不是浪费在模板代码上。相信在整个点评团队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将 Kotlin 作为其首选开发语言。